给一打开。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火焰带来的游戏流程解说，我的世界。我们现在玩的叫溜溜球篇啊，攻击，去把那牛炸死。哇，这么远呐！哦，可以有点小牛肉，我拿一下啊。空气干啥呢？哦，空气怎么退了？哇，这多远呐！这个叫溜溜球篇呐。哎，在哪儿呢？牛肉啊？哦，我去，这么远，可以可以啊。好，那咱们现在干嘛呢？我现在得去消费去了。上回我挖了好多黄金，然后呢，咱们去那什么去啊？咱们去商店，去商店，然后咱们把这个换成钻石。我得做一个黑曜石的裤子啊，它需要先弄钻石，这个呗，能换几个？能换仨。还行啊，是吧？这不比单独去找钻石不好多了吗？是不是？哎，这些人怎么全退了？OK， 不跟我玩了吗 ？OK， 咱们看看啊，身上是一颗都没有啊，钻石，咱们看看能挖出来几个？给几个？给三个啊！三个钻石矿石，你给我三个，不要脸你！哎呀，我赔死我了，我去的！哎，这怎么回事儿？这个？哎，你这啥玩意儿？我这点铁也不够干嘛的，哎呀，我现在这个我看看啊，钻石反正有一颗了，我还得做那个什么，我还得做那个这玩意儿啊，做一个就行，做一个就行。我拿这个干嘛呢？我得做一个裤子，钻石不够哎，我合计怎么也得给我七八个呢，给我三个是啥鬼呀？过分了，我去的，三十级我随便附魔一个吧，我的鞋子上啊，我附魔一个三十级，我有三十件。OK， 那我就压一下看看啊，这样这样，荆棘就荆棘呀、啊，没用啊这个，我把它洗了。OK， 这样，然后这样，完了，我经验修武不够了，不是我那个什么不够了，等级不够了。哎，你给我个荆棘二，你是几个鬼啊？你给点那什么也行啊，衰落保护，衰落保护也没什么鸟用啊。那我再给它洗一下吧，保护二，保护二也不行，你不能给好一点吗？OK， 保护二也不行，那我拿这个去买点去啊，去买点经验瓶吧，有卖的商店啊，就是有点贵。你谁呀、啊？你进来干嘛？你出去！不对外开放，咱们这个服里边，我只跟我的小伙伴玩。那我就、你啊，是他是吧？一个，行。然后呢，我们那什么吧啊，拿这个，我再买一个啊，我再买一个吧。贵呀、啊，我去，拿钻石啥的做的，行吧？那为了经验也没办法，是不是？先回家，然后呢，把那个经验咱们都给砸上啊，然后附魔一下看看。哎，这人是脑袋有点毛病吗？你老进来干嘛？咱们为什么这么反感有外人进来呢？一直偷东西拆家，你听明白啥意思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可以不？可以可以可以啊！只要有青金石，咱就能砸了啊！咱们砸个好一点的。哎呀，你何必呢？你一直让人踢呀、啊！你老进来干嘛呀 ？OK， 真讨厌这人。这样呗，然后鞋子给我，这样，然后这样，衰落保护、火焰保护、耐久三，这对付吧，是吧？衰落保护也行，是吧？上哪去溜达去？摔不也不好吗？我现在三十级，我还能压一下。我看看啊，那我往书上压一下。火焰蜘蛛刷怪龙，快来！不用啦。我已经不在乎那个了，我再做点书吧，皮革七个够，然后再来点纸，往书上压看看，也是个不错的主意啊，家人们，我看看啊，顶级的耐久抢夺三，哎呀，那我这个剑可以啊，哎不是不是，你干啥呢？哎呦，我得去商店，那边有免费的铁针啊。哎，还有这事儿呢，抢夺三，那相当不错了。这个加上抢夺三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哦，在这儿呢，可以。虽然没有锋利啊，有抢夺三就够了。这把剑的攻击力八，我去杀点猪人，能不能多掉点钻石呢？不是那个黄金，然后我再换点钻石，然后我这个敲上我再来啊，往书上压吧，还是走走走走，这个太好了，这个啊，抢夺三，那我就继续压呗，我等级不够啊，我去，我等级没有了。哎呀，太贵了，这个等级啊，我这些都不一定能够两组啊。慢慢来，慢慢来啊。
24级，我估计23级有点，不是30级有点费劲。那我还那啥呀？我再买啊，28级。这附魔是个无底洞啊！我还能买小伙伴们，不过这个是我是给那个黑曜石裤子留着的。去的吧，来买，买买是吧？人傻钱多，买买买。54个定是什么鬼？你怎么又进来了？不是你们进来的是 IT， 你们老进来干啥呢？不明白啊？去出去吧，去，好吧，我把这个房间封上就好了啊，他们就进不来了，有点讨厌了，有点。OK， 都说了不能进来。好，然后咱们再回家呗，来，霍霍，给我砸上去，我得做个发射器吗？这我自己扔，这我太嫌麻烦了，得做个这个装置啊。这是说做就做呗，那就。我的红石来一个。是吧，我还得给他整麻烦死了，这样呗，啊，这个放在这儿，然后干嘛？需要这个吗？石英，需要点石头不？原石没啊，原石有。做什么呢？做个发射器，发射器，发射器需要弓箭吧？需要一个弓箭，附魔的弓箭他不给算呢。这坏的行不行？马上就坏了，可以，发射器来一个。一般我这个都这么做啊，发射器先放在这儿，然后呢需要那个什么侦测器是吧，这样行吗？对着我行。然后呢二楼得整啊，需要两个侦测器，侦测器给我来一个啊，侦测器正好两个。好，红石我也有啊，我连一下吧。我怎么连呢？我看看啊，我站在这儿，我希望我对着这儿弄个开关，这儿吗？猪人来了。怎么弄好呢？那就到这儿吧，把这刨掉啊。OK， 然后这儿眼儿，然后咱们得弄个拉杆。这个这么放一个，这么放一个。然后那个开关，我看小棍儿没有，原石有，不是有原石有一个。然后咱们做个拉杆，拉杆去掉这个拉杆来。然后这边咱们放一下啊，我看看啊怎么弄，先把这刨开，然后这边再贴一下啊。这玩意儿是咋用啊？我有点忘了，小伙伴们。这样，然后这样，然后把它给拿下来，改一下啊，是吧？要不有点麻烦，这样可以了吗？然后我的意思吧是，这哪个是啊？这个是吗？这个是啊，这样，然后咱们铺一下红石啊，红石来一个，把它给连上，是这样吗？然后用开关开一下看看啊，看看好不好使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然后把它敲下来啊。OK OK， 完了，我忘了哪儿了。啊，好了，我站在这儿啊。OK， 然后呢，把这玩意塞进去，给一打开。懒到极致了是吧？你没有车位进不来，那个小伙伴啊，我不说几遍了？哎，我就这么站着，哎，我就喜欢啥也不干的状态。那你说我到底是懒是不懒呢？不有那么一句话吗？懒惰使科技发展是吧？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的胖胖乎乎的人，肥胖的人，是吧？因为科技太发达了，是吧？这个什么东西都便利人，比如电视遥控器啦，是不是啊？你根本不用你动它，比如外卖啦，是不是啊？就会变成这样，有完没完？完事没？没了是吧？没了。行，这回好了，然后咱们就往书上压呀，还是往哪压？我原来要干啥来的？我忘了，我原来干啥来的？我要忘了。多重剑穿透，那就洗呗。我要我自己想要的啊。弹射保护洗掉没用的，再来快速装填没用。OK， 还有啥？我这点经验不够这么霍霍的。击退，我去你的吧，击退。不要击退，我要点什么经验修补啥的。保护效率4，这个留着行。效率4是个什么鬼呀、啊？行吧，然后我把这几个给洗了啊，穿透、保护1、锋利，这样呗。OK， 然后够不？33级，继续啊，这样，然后这样，冲击、水下速决、保护3、忠诚。
这是三叉戟的，给他洗了，还能压不？还能压一次啊？这样啊，嗯，弹射保护，我弄死你啊！能不能给点好的、啊？什么玩意儿？你这不霍霍我呢？效率四，那效率四就往那个斧子上有了，往铲子上弄啊，也行是吧？行吧，行吧，那我就去趟商店啊，去趟商店，然后呢，咱们去用它这个免费的。虽然效率四也不怎么太好是吧？不过这个挖还可以，我觉得啊，咱们去挖去看看，我弄点沙子，烧点玻璃，不也行吗？家人们，我去，这小速度啊，嘎嘎快呀、啊，还行是吧 ？OK， 这是霍霍多少啊？这这边呗，挖点啊。OK， 离水远一点是吧？然后我还得盖房子呢，家人们，还行还行啊，够用啊，效率四。不过这玩意儿耐久掉的有点厉害呀、啊，因为它没有那个耐久附魔。好，那咱们先回家。嗯，还不错啊，可以可以吧，弄了一个小装置是吧，这个自动加经验的还是挺不错的，因为这个能买着是不是，